24小时无人值便利店。走，出发，我们自己看看。哎，扫码要扫码哎，要扫码才能进。你们想买什么东西？人家估计有先进去乘个凉再说。太热了啊、哦！好了，开了，进来吧。哎，我在这里凉多了。还有什么东西？很多饮料。有很多饮料。啊，8块钱，6块钱。下面的水8块钱，这个水也要6块钱。好像都是卖饮料的多啊、哦。我是不是能拿着中间直接偷偷溜走？那你试一下能不能偷偷溜走？那啊，肯定是不行的。那你没拿东西，肯定可以走嘛。进入检测区，请关闭内侧门。哦，要关的，这个你才能出。检测区，请关闭内侧门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它这个检测门呢，它可以检测你身上有没有商品，然后你的商品有没有买东西。那我们来试一试吧。我们只是试验试一下，我们并不是真的要拿东西出去。进入检测区，你有未支付商品，请返回收银台支付。哪一个？是不可以的。你看这里还有监控的，要是我把它藏起来呢？要是我们把藏起来了，我们再试一下藏起来的，看看能不能检测出来。你有未支付商品，请返回收银台支付。行不通的，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检测区呢，就是检测你身上有没有没有付款的商品。它贴了这个吗？啊，对，它有，不是，它应该是有这个二维码的，它应该是这贴的这个。哦，贴的这个东西是吧？芯片，哦，对，那把芯片是有。哎，它这里有一个芯片，就是贴了一张芯片，所以它这里就可以。那我要撕了，是不是就可以出去了？难道这不行？可能是行，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。看一下我们它是不是每个商品都有那个标签？哎，看到没有？每一个都有这个。这个没有啊。标签。有。买的没有？都有的，都有的。它肯定就是用那个来检测的。哎，就是这个。哎，这个没有。都有，都有。哎，这个没有。有，上面，有没有？上面贴了。那里有个甩小帅哥。扫码。还要扫码才能进，现在。买什么？哎，我的手机。要买什么？这里东西好贵哦，这个都要15元，可贵了。还要卖个20。哇，对，消费不起。好厉害，10块。正常薯片只要10块钱，他卖18。那不然你再贴这个标签也要钱啊，对不对？他这个标签，那你还卖18，那么贵一个标签又不值18。那人家还有这个检测器呢，那人家还有这个技术呢，对吧？要这个技术这些东西呢，还有这么多东西呢，怎么不需要呢？肯定是需要的。对，他这里，放在那里就行了。对，他这里有视频，哎，那这里买单，6块钱，转账就可以了。嗯，超方便，超简单。也超贵，这里出，像这样子，要是想关这个门。进入检测中，请稍等，欢迎下次再来。看到没有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看到刚才那个小哥呢，他已经成功的买东西出去了，太贵了，我们消费不起啊，我们走了。现在我们出去了。进入检测区，请关闭内侧门。您已进入检测中，请稍等。在检测中，还有蜘蛛在那里结网，蜘蛛送走了，走吧。啊，我还没出呢，那么着急关。